你好，农农，我们来做一个非花恋的小游戏吧。那这些卡片的背面呢，都是和中秋节相关的文字。你抽一张，要说出至少两句含有卡片上文字的诗词哦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喂，中间的中，中秋节的中，中啊，中年发福啊。搞错了，再来。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中秋节快乐。